庄思明出席活动， Lisa 啱啱就同男友杨明同一班好朋友庆祝完生日，杨明就订咗隻蓝色独角兽送个惊喜俾 Lisa。另外同屋企人庆祝嗰阵，杨明都有惊喜噶，都冇乜特别。净系翻到屋企咧，就见到有个生日蛋糕，但其实我都略略估到噶啦，由晏昼开始，因为佢晏昼开始咧就心不在焉啦，系咁揿电话啦，跟住又问我好多问题。我哋今晚几点食饭噶？我食到几点？佢要 make sure 个蛋糕。我哋喺边度食饭噶？跟住之后咧，我就已经心里边知道，佢应该系有啲嘢送上屋企啦。佢仲要同我讲。不是在后来都没守住个秘密，他说我呢未给运费，可不可以叫工人姐姐给住先，我帮他给。日前陈海琳剖腹产子，虽然主角未承认，不过一班好朋友都送上祝福了。现在恭喜他，恭喜你啊，同你同一日生日啊，恭喜你啊，以后一起开 party， 是啊，我们可以庆祝的。